再来关心今天的最新消息，《时报周刊》的最新报道带您掌握，监察院会不会管太多了呢？听说啊，监察院下令要求环保局要针对狗便便要做一个处理，也因此现在啊，环保稽查人员他们说，不是为了符合马总统天天运动啊，而是为了到了公园来清查这狗大便，希望能够一个月缴交三件狗随地大小便的业绩，他们说他们真的是成了名副其实的狗仔队了。对于这样监察院是不是管得太细了，监察院的回应是真的有民众投诉，所以他们才希望环保相关单位能够积极的做一个处理。